早已经回来了，他会把你解决的。林总，这位女孩想找份能让她变美的工作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可以让你变得很美，也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大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会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对你刮目相看。同学聚会，朵云应该不会去吧？就他那样。在曾经那些看不起的人面前炫耀一把，应该很过瘾吧？还有谁没来啊？好像那个陈丽还没来吧？哼，他怎么可能会来？好久不见啊，这是朵云吗？这么拽干嘛？拽的就是你。你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朵云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没事。敢这样跟我说话，看我怎么玩死！你好，好的，交给我。想第一时间收看最新视频，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天天爱乐网。